兩杯麵粉，三分之一級糖粉，即係啲粉嚟嘅 ，OK？ 百分之一個嗰啲少少鹽得噶啦，就四分之一級黑芝麻，一樣啦。將嗰啲粉啊同埋乾嗰啲撈勻曬先，乾全部乾嘢撈勻曬先 ，OK？ 然後咧就三分之一級嘅豆腐整碎啦，加只雞蛋撈勻撈勻就得噶啦。咁撈勻之後咧，啲粉就變咗咁嘅。咁我將成嚿粉嘅切咗嚿嚿啦，嗱切開咗。七條到，你中意幾大通都可以，咁要留翻成菜整咯。咁你一樣可以啊，溝定啲粉啦。今日溝定啲粉，聽日整都得噶，一模一樣嘅啫。呢一個就比較容易啲，即係擺到咁樣切上去打斜嘅 ，OK。咁打斜咗之後咧，咁中間就一個窿，即係搣開少少啦，就將呢條邊咧就拎入去，咁樣拉一拉咧就咁樣一條噶啦 ，OK。啊，豬你好！再整多個，就係咁樣。你切咗兩邊尖咗啦，咁你擺落去，當我整一整，整開俾你睇先啦。咁拉攪落去咯，你要反到盡咁先靚，好似係咁樣斜一次，斜一次個角度就咁。如果你自己揾到個好嘅辦法，攪得靚咁樣，得嘅。成個揼轉曬佢咁樣拉啊！你睇我啲同你，你睇呢條同嗰條，係咪而家咪反咯？嗰條冇反啊，反就要反開啦。